看看新闻网。独家冠名播出的《谁能百里挑一》，加件事给你一个百里挑一的炫美笑容。本节目由你本来就很美自然堂联合赞助播出，节目奖品由老庙黄金特别提供。本节目男主人服装是由羽裆共舞时尚男装精彩呈现。在节目当中成功牵手这个男主嘉宾，将获得由浙江丽水市所提供的价值5000元的休闲浪漫之旅大礼包。现在有请出来自于江苏的陶艺，22岁，是一名网店店主，掌声有请陶艺。大家好，我叫陶艺，今年22岁，我来自江苏，但是呢现在我是在北京和朋友合开家网店。我的爱情宣言是找一个吃货和我一起吞食天地，谢谢。志向太磅礴了，吞食天地。就是，可你这个题板把我们给吓一跳。我的题板其实是两个大笑的人，然后我是比较爱讲冷笑话，然后我希望有个幽默的男生能跟我一起每天都开开心心的，然后每天都这样大笑，谢谢。好，在此之前你要带来你的才艺。我的才艺呢，就是我最大的一个算是特点吧，就是讲冷笑话。然后今天就要现场为大家讲几个冷笑话，然后也可以顺便考考在场男嘉宾的智商。这个才艺风险有点高，拭目以待。我第一个冷笑话是，就是在一片森林里，然后有一个小白兔。